粉耗子，还有魔鬼椒烤的那个鸡翅。我先来一个，这部分是鸡胸。这是阿宽家的粉耗子，糯叽叽的。实不相瞒，我第一次吃粉耗子，这块拐拐脆果留着给我们家汪汪。这个辣椒面，这个辣椒面调味是真不错。这个鸡胸可以慢慢吃，这个肉太扎实了，要被噎挺。它这个酱料调味真好，吃的满足又过瘾。好了，就到这儿，拜拜。